所以呢，这个曰言则易而行得难，说讲话讲这个很容易，讲中庸很容易，易之，哎，说话也很容易。有时候讲哦，这个我会讲大话啊，这个修行这个简单啊，修啊太容易了，修行很容易，结果真的呢，要做到就很难。可见得这个修行啊，这个怎样，非常的要很用心的。圣人无大过，仁者不过则无朋友。圣人为什么没有大过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他能拿到中庸。如果你能够守得中庸的话，你就没有大过了哈。所以朝思夕思，念之在之，力其不逮，之所以为圣人也，很简单。所以你们要成圣很简单，把中庸这本书远远都把它背起来，带在身上。有没有觉得我有没有偏？有没有偏这边偏那边？没有的话，就是你中庸在你的心中里面啊。明知中庸之道为无上之大法，言则于有余而行则不足，是说话说的很多，但是呢行为上都没有很实际啊。之所以为凡夫，大家都了解中庸，但是每个人都了解中庸，但做不到，所以变成凡夫。圣人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他做得到，他把这个当作他最终的家念。圣凡之书是不一样，圣凡之不同，就在这个中庸啊。我因有见于此，我吕纯阳祖师啊，因为有见于这个事啊，我极表反对空谈而佛学，就是我很反对只会讲中庸而做不到的人。都说你们都啊，这个道理都讲了，老师这个讲道我也会讲啊，讲一讲都做不到，哎呀，别人都看人家会笑，真的，因为做得到比较重要，并不是我会讲。所以欲玩此浩劫，狂此狂浪，无此狂浪，别无其方以迎其时，没有任何的方法，特别的方法来救救这个世间的浩劫，没有的，唯有很简单的中庸，就是做根本的解决。如果每个人都有中庸这一本书，都了解中庸，这个可以救世界浩劫。这是李春阳祖师的慈悲啊，以及人人怎样信守奉行，人心来化转，则天心就守了。人心是属于什么心？有心。啊，天心是什么心？道心。那我们的这个心是的，这个是肉心。我们的还有天心是这样，这是道心。道心是中间一条，这个阴跟阳，这个合起来都变成什么？道心是不离开，肉心呢是顽劣之心，啊，顽劣之心。所以呢，人心一失动的话，就是肉团之心啊。所以要从我们的凡心的呀，化转为变成天心的，哦，这个就顺了。所以惜圣惜贤者，己心也自己心。圣人在哪里？圣人在自己心啊，自己可以成圣成贤。先佛在哪里？先佛在自己的心上，是我们愿不愿意做啊？所以呢，惜圣惜贤者，己心也。随波逐浪，去于下流者，是什么？也是己心啊，对不对？迷耗结于无形者，也是己心啊。攘劫于弥漫者，也是己心啊。像那个格达菲特这样啊，攘劫于弥漫者，也是己心嘛。心之主权乃在心啊，这个主权很大。我们来这边要为了什么？为了修心啊。有为了修这个心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为什么还不是修这个心来的？所以心之主权大于在，回望异兆的同胞啊！因为这个吕纯阳祖师住在大陆嘛，他成道于大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大陆不是有吕纯阳祖师，他是全真教的祖师爷。我们这个叫做全真心宗，我们的祖师是谁？那是吕纯阳。所以我们用吕纯阳祖师当做我们教大家的，他是三教祖师啊。啊、哦，他说呢，唯望异兆同胞啊，生是无言而实见之，则无所住的请您的中庸啊，溯及于社会人心而有所不易，云尔啊？他在什么？他睡在中华民国，我们的台湾啊，他36年的时候，他降吴右帝君是吕纯阳，降在于西京的青云堂写这个注解下，在民国36年，那个时候是1947年的时候，刚好大陆在震荡，正在于那个什么
精神斗争很可怕。他讲那时候台湾他讲了两个高度，这个重要。他今天把他写在军人这边高度嘛，他女军要组织，人家说大陆要团不好嘛，就已经乱了，他就劫难大了。大陆那时候一个浩劫嘛，浩劫大，他赶快到台湾这边来传，台湾的战场传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这个你不要地的慈悲啊。好，尊重自我见，忠叫做不偏，庸叫不义嘛。说子臣子言之详矣，子臣臣子啊就已经做得很详细啦。忠则之大忠之正，不义自为其常不变嘛。然不义自信莫常我身嘛，人人有而怎样而不知其有，难以血心主而身陷其外界。我说这个血心的东西嘛，师时也，如果能够怎样觉察血心之非啊，血心就是我们的私心嘛。我们动不动那个私心就来，动不动就是我自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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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以我自己为主啊！你就冒犯到我，我就把你杀掉；你冒犯到我，就把你，哎呀，白了，这个都是我。这个我啊，我们站得太重啊，这个叫血心。所以能查到我们血心之非啊，攀难的觉悟啊，我们的乐奉格物自知之道，好、啊，使自作去则不义之正性可以复明。不改变的那个正性，就我的佛性可以复明，而我一生就有良知、良主义，就我主人就到了，找到我的主人了。如是，则可以带天地那以化育，可以跟天地共同参战。哦，你的心就跟天地心一样，故圣人立教以日用伦常为立身之本也，格物之道以见性之基。所以，我们格物啊，格物致知是为了见你的佛性。见点天性，所以呢，这是见性之基本。至于中庸大道，不上进品。中庸大道不是说奇奇怪怪的，我会神通啊，我会怎么样？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不要中荆棘的东西，对吧？是怎样本性平庸，是很正常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圣人的，报我大中至正的真性，发出于至诚之心，将忠孝节义而做到无过于自己，完全做到，则人道。好，我问大家哈，我们人哈修行里头哈，忠孝节义里头哈，有哪些动物哈？他做的忠孝节义做的，有一个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他老师我有一种忠孝节义的肉我不吃，我怎么有忠孝节义肉他不吃？他说我什么肉都可以吃，因为他没有痴呆嘛。但是我哈忠孝节义肉我不吃。我说什么叫忠孝节义？他说忠是属什么？大家想想看，狗不是哦，忠是牛，牛好忠哦，是不是啊？你鞭打他，他还跟你。羊孝是什么？羊节是什么？知道吧？你那个哈、哦、母马，你如果不把它眼睛遮住，你那一只不知道的公马跟他交配，他会撞死。所以马哈只认一个公的母马，如果你要让它跟别的马交配，一定要把它蒙起来，它才会交配。如果说你让它撞不是它的老公，它一定会撞死不交配。但是我们这女孩子撞到啊，她是撞到，我跟你讲，女孩子呢还比不上这个马，这是什么？马的节制啊，很了解。还有是什么？义是什么？狗。是讲义犬嘛，还有讲义犬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忠孝节义都他不吃，他说他捍卫人。他说虽然老师你痴呆啊，我没有痴呆，不过哈、哦，我每看到肉，我想到忠孝节义我做不到，如果动可以做到，我这个肉我不吃。他话语，他说阿东那哪是忠孝节义，他说是牛一样。好，有吃牛肉的举手。哦，大盒子，我是羊肉的鸡手，哦，羊肉锅也，涮羊锅也很多，马肉的啊比较少，啊马肉也有，狗肉的也但也不少，所以冬天吃狗肉的也很多。所以啊，可能记得啊，吃的东西就有这么毛病，你看，所以啊，我们了解这个这几个宗教节，一般来讲，能动都做得到，一种节，你看，我们人有时候一种节都动。所以，可见呢，我们要去对我们自己哦，能愧为人呐、啊、哦，还比动物要高一等。我们人为万物之灵哦，
更应该懂得去如何去修身养性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人道全备而天道一也。哎，不，人道全备而天道有皆可以生哈，这可以提升你们的境界了。所以欲修天道者，必由人道而开始。所以有人说，老师我要修道，我要修道。我说你人道先做好再来，人道做不好，你修什么道？人道最起码了，因为人道跟天道是一样的，人道修得好，天道就有；人道修不好，天道就没份。你相不相信？有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？有没有？天下有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？绝对没有。你至少要忠孝，你才有很基本的。所以说，我要当神仙，我对父母亲还对父母亲还打父母亲还骂父母亲，有没有这种的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人道就代表天道。所以一般人很忽略这个道理，所以这很重要哈。所以讲，必由人道而为始，人道天道是一也，是人岂可误解乎？或谓曰一而已，何为天人之别？啊，因为这个是一而已。为什么天人之别？无在力行中庸之道是为人道。全无中庸之道则为天道。我力行中庸的时候是我的，我力行中庸，等到我完全做到中庸，做到了，我就是已经变成得到天道，就这样，他是这样子而已。我就讲得很清楚啊。可见呢，你看我们看这个经典啊，对我们的洗礼哦，我会觉得有智慧啊。听这个经比你去卡拉 OK 还好啊，对不对？还毕竟他这什么要懂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准则啊，中庸的定义哈。中庸定力者和上笃行也，行之不笃而信之谓天也。观中庸一书啊，始言一理，终善终散为万事，莫复合一之一理，何为一理？放之则迷六合，倦之则退常密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是以所章先令人明了天之明令，于我者为何物？曰信。所以我们所当的天命为什么？为之信。这个是第一首章都讲信的啊，信是怎样的？聚于怎样？五德啊，五德率而行之，实信于外，信其其善而迷之于道。故圣人绝信，凡夫是迷信，不一样哦。圣人是什么信？圣人是绝信，凡夫是什么信？一个绝。我都说我们是先知先觉的心，一个是什么？迷信是什么心？是肉的心，凡夫的心。这是什么信？道信。啊，这个都要先了解。所以我们要用觉性来做事，不能用的用迷信的肉的心来做事，不能用私欲很重啊。所以圣人觉性，凡夫迷信。圣凡之偏在觉跟迷耳，哦，这个差别啊。这个圣者怎样？圣者先觉者也，先将自信能事不疑尽备。疏于中庸，垂乏万事，盖中庸所载，皆孔圣当年之实学也。哈，故人人奉中庸之道而作者，一则为圣教之实践人，二则亦即我自信之实践人也。力行圣人之中庸，正所以尽自信之能事也。故先觉者之觉自信也，曰立道，曰礼教；后觉者为然，受先觉之觉其自信也，曰受修道而守教。所以这个叫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。这个含义是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中庸篇第一篇叫做天命之什么？之为什么？天给我们的命里头有没有性？这个性是觉性。好，那我们的率性，率这个觉性叫做什么？率我们的觉性叫什么？这个性是觉性，是天性的。那我们离开了这个率性、觉性，离开了，我们会怎样？走到明性去了，对吧？怎样？叫什么？叫修什么？回来，回之什么？回之教，知为教。所以呢，由教教化我们，而怎样去走入道？由道反复为怎样？这是上乘，这是中乘，这是下乘。所以我们一般人要从教化开始，用经典来教化他。教到道子班是讲这个，我们都有说我们从学子班到道是讲这个教化。
到了你政治班就讲，你有没有符合道理？你的决心有没有符合道理？是讲政治班，全政治班是讲信的，用信去办办天命的事情，老天爷的天命给你去办，你就领了天命去办。那这个是有三个阶段，这个全天子班，所以我们开这个班是开这个三个不一样的，也是不离开就可以重用的哈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下哈，所以我们这个觉智性人就可以立道立教啊，那可以觉自觉觉他了，后觉者是受先觉的知觉来启发自性，所以我们要修道就为之受教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说修道，你们就是在受教，希望由这一次反复先天，由后天反回先天啊。所以以出入德者未觉其，我们出出来入这个道德的人啊，德的人啊，未觉的没有发现他的性本性，来修圣人之道，所以要受圣人之教化，来以及觉到觉自性，乃修自性之道，受自性之教也，要受到自己自性之教哈。所以这个教也好，道也好，都是自己的自性，菩提不在自性。好，我们教化是什么？教化到你的自性要出来，道也是要恢复你的自性，性就是你的自性回来啊、哦。所以都不离你的自性啊、哦。所以我故我定义主要就不善于空谈。所以吕丞相说，我不要讲空谈那么多，讲一大堆什么重理论。哦，重实际，讲什么空游都会讲。问到他说：“啊，你吃一段了没有？”我没有断。我吃斋了没有？我没有吃斋。那、啊、道理很多，这个道理，他说这叫什么？他们讲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一个叫什么？知解。知解，知道吗？我很了解佛法，我是知解之徒，但是善于空谈，不重于立行。我到底懂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但是我懂，我这个经典很容易嘛，这么简单，这是一个阴阳而已嘛。哦、他会讲，哎，讲的天花也烂醉了，但是根本都做不到，要自己解。那懂吧？这个就是在六祖的时候批判一些哈、哦，很多会经典的了解很多人，就不实际修行，干嘛当知解之啊？对吧？所以我们不能当知解之徒，一定要讲要去身体力行啊、哦，所以身体力行才是根本的治大法。所以李全家祖就讲啦。他说：“入我定义，主要我不上空谈，我要重地行。那始终不移的，从头到尾都不改变的人呐、啊，都怎样？啊，始终而不改变的人，这个才是他要哈。好，那这个下面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哈、哦、重点拉过来了，因为这个下面那一章讲的大概重点大家都了解了，好，我们就翻到请言心注。”我们到十点半就行哈。要上厕所自动去上厕所，因为我们这边哈、哦、就是人很多，一全部下去上厕所没有办法，所以中途的时候上课到一点半的时候，中途去上厕所再回来。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厕所不会拥挤，啊、哦，一下课的话都挤厕所就糟糕了。所以你如果想要说自己走过去然后再回来啊，这样会比较好。那我们一个半小时再休息十分钟。啊，对刚才讲的那些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一下哈，不然我们要正式要上课了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,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
02441400611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地址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2段27号6楼，电话03281115。